Hello， 大家好，一天一元真心情有保障。又系我盐城 Wallace 啦。今日咧喺呢个嘅11月21号，今日系非常之兴奋，亦都好紧张嘅一个日子啦。就系、是、今日系去拍我第三首单曲嘅 MV《虾子》，唔系食嘅嗰只虾。今次嘅呢首歌咧，其实筹备得几突然，因为系好突然去创作咗呢首歌啦。呢一首歌嘅歌词咧，我有份去参与嘅。其实我今日朝早差唔多4:30嘅时候，定系4:00，我已经起咗身嘅啦。然后而家咧就系7:15，我就喺公司啦。因为同摄影队啊，然后我嘅经纪人咧就喺呢度集合，然后食早餐，食完早餐咧就出发去拍我嘅 MV 啦。咁今次嘅 MV 咧，其实我觉得幕后有好多嘢都好想同大家讲，包括系我筹备呢个 MV 同埋呢首歌嘅过程啦。咁我哋而家就先食早餐，食完早餐就出发去拍 MV 啦。泪却怎么解释，流言就像如此，这场面世界不过如此，我们的选择。不断唱错歌词，这里要练习那个表情，就算这样子他会掉。选择中堕落，其实也一切，这就是 MV 丑图版，丑图版。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拍摄 MV 嘅场景，而呢个场景咧就系三支嘅废墟。呢个系我同 Emma 咧揾咗好耐、好耐、好耐先揾到嘅场景，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一定要喺一啲比较荒废嘅地方先有意境啦。咁我就好想要废墟，但其实喺台湾咧有好多废墟就已经封闭咗啦。我有去揾过基隆嘅造船厂嘅废墟啦，之后去过树林嘅一个汽车废墟啦。咁但係嗰啲都全部封閉咗，到最後我都係琴日先至揾到呢個廢墟，就係、是、三支嘅廢墟。其實佢的確係幾可怕，佢係幾棟一齊咁樣，然後我哋就喺其中一棟嘅室內度拍咁樣咯。咁我哋就準備開始拍攝啦。好，兩個景別你抓好，我們就可以開始了。第一個是側面的，然後我側面往我嘟，我往前嘟，然後嘟到正面，到這邊就正正超正哦，超正嗎我？对啊，谢谢。真到爆哦！没有止血，也不停止，奔向你心中那个位置。也许默默坚持是我唯一表示，却怎么也抵不过现实，总是被忽视，终究不停止，成为你心中爱的样子。委屈怎么解释，流言就像毒刺，想象这世界不过如此，只能选择最原始的方式，学着不看清，却只懂得坚持。就算孤注一掷，依然为之，希望梦昨天真实。现在是这个的11:50，我们中途休息开始要吃饭了，给大家看看我们到底有多狼狈，就是坚持吃饭。大家看看我们吃饭的环境。谁喝巴拉汁？我。在废墟吃饭，很好笑。然后我们用这个铺着地板就可以坐。哦，好香啊，这个。尝试一下。你要试一下吗？我吃过。啊，你有吃过？好吃。你要试一下吗？我有吃过。肯定有吃过。好，我是观光客。哇哇！哇哦，好看。好，拍给大家。剪好了，剪好了。MV 弄好了，耶！你在干嘛？
没有啊，现在在休息。我问你哦，为什么这首歌叫瞎子？为什么叫瞎子？我觉得分了两个角度吧，一个是社会的角度，一个是个人的角度。在社会的角度，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是靠别人的口中，然后去认识一个人，他只是靠听，但其实他没有自己去亲身去认识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就好像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只是听，但其实可能事实不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的角度，就是我自己就是做 YouTube 做了4年多了，然后其实经常都会收到很多的评论，好的不好的也有，但有时候其实我要假装成一个瞎子的感觉，有一些我会直接略过跳过不看，因为有时候看到那些其实会影响自己的心情，所以我就宁愿当作看不到，所以就叫瞎子。然后这次这首歌你有参与作词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写？因为其实一开始说到作品的时候，就是宋文杰嘛，他是作词跟作曲，他一开始给我的 demo 其实他是看到我的故事，然后就写了这首歌跟做了这首歌曲给我，送给你的这首歌。对，他是送给你的这首歌的作词人，然后他送给你这首歌。对，然后再也不是送啦，也有买啦，对。然后他一开始给我的时候，虽然有一些词是挺有共鸣的，但是他把它变成一个爱情的角度，我没有太大的 touching， 如果是爱情的角度，然后我也一路都很想有一首歌，就是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感受。也刚好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想要讲的话，我就直接跟就是宋文杰一起去讨论，哎，怎么可以改这个词，然后就填了一些词进去，就是真的是我自己的内心感受跟我的经历，就好像有一句是就算孤注一掷依然未知，其实真的很代表我，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挑战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选择到底对不对，但我会愿意去尝试，就算是错误的或者是结果没有到很好，我也要接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去选择，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未知，但我愿意去尝试，跌过伤过痛过以后，我人还在原地坚持，一路以来有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也受伤过也挫败过，但其实我一路都有在坚持下来，就在我自己想要走的这个梦想的这个道路，到我真正想要的一个目的地，其实还有一段很大段的路，但我会继续坚持走下去，所以我还在加油当中。里面有一句歌词是那个委屈，委屈怎么解释？委屈怎么解释？有点像毒刺。这句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要就是写这句？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其实他会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每一样都很详细的跟大家交代或者去解释，我们就只可以憋在心里，我们不可以讲太多，我们自己的委屈其实大家未必会知道，可能大家觉得在网上面随便留几个字然后留言是一个很随便的事情，感觉没有对我们有什么伤害力，但其实它伤害力很大，大家平常去评论然后去骂人或者是侮辱人的一些的留言，它的伤害力其实跟毒刺一样，它可以把一个人致命，它可以把他推到去悬崖边，所以这个是我内心的感受，所以多了这两句歌词，这两个歌词是我最想表达的事情，也最想给大家知，就是我们公众人物其实有很多难处，然后我们也只是在坚持自己想要的目标，大家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多一份正能量去支持这些努力的人，所以就委屈怎么解释，留言就像毒刺。对，那我们要继续拍摄咯，加油 GO！只能选择尊重若无其事，一个人自造自演多么讽刺，别说我曾。我们再来看一下的留言，好，怎么长这样，那不然要长这样看就知道整形，那他应该也整过型吧，看到你就一肚子火，那蛮温暖的你根本无实力，但他非常努力。你只懂拍片有用吗？但他还会剪片。对，只懂拍片真的没什么用，但会剪片就还蛮有用。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你觉得今天就是听严正唱歌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就是非常有感染力，很有穿透力，对不对？对，就像听觉得哇，现在我是听演唱会吗的感觉。但这种话就是不要在他面前讲，你在他背后讲。对对对，他要谦虚，你在他背后讲。现在是这个的3:15了，然后现在正在拍一些情景意境的地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黑白便利贴都是一些酸民的留言，然后就是特地去抄下来写下，有很多都是我有就是自己写的，这些都是大家看到吗？然后我现在还要就是再次面对一次就是留言，
是演吗？现在？好，再来一次了。观众是不用你吗？好，走进来。但我这里先不吃，我要视野这里。这边你要好来哦，准备哦。二一，走，好走，正式来。来三二一，走。姐，每次扫完一下姐，这个蛮厉害。对啊，你看，直接被我跪爆了，全都是爆一条条，本来是个木板，完整木板。好，我们终于拍完这个三只废墟，然后接下来还需要拍的室内棚的画面。然后我现在很尿急，快点走，耶！现在是晚上7:15，然后现在准备拍证件照。很像哎，最后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会蒙上我的眼睛，然后就变成瞎子。太棒了，谢谢建聪、Simon、妹妹，还有拿相机的 Emma， 耶！这个就是瞎子的拍摄幕后啦，希望大家喜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喜欢这个 MV 呢？其实跟我以往出的那两首的单曲都很大不同的风格，因为之前都是青春啊，然后比较活泼那种，然后这次就是比较伤感，也是一个新尝试、新突破，那就希望大家喜欢咯，也希望大家就是透过我的音乐所传达的讯息，可以感受到我内心的感受。好，那就这样子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给个赞，然后留言，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话，就快点订阅啦，最后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还有 FB， 最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加多人看，还有瞎子的 MV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去看。好了，拜拜，下一支影片再见。别说我太过真，你何尝不是麻木的像个瞎子，我只能选择